Welcome to 我们。哎，你可以不要这样子，突然间这样子就自己上啊！哇，老威。今天是我们 You Fight Challenge 公布有是谁参加的名单。在还没有公布之前呢，总共有多少个人？总共有多少个人？这有20个人，20个都是 YouTuber 的。总之呢，9月21号的时候，有很大力的嘉宾啊。嗯，有。嘉宾有谁？哦 ，Stella 咯。喂。李文哦，这些全部我看很久了，有点没有兴趣，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一点比较有兴趣的？像多夫人可以吗？这个比赛呢是由这个 AMA 哦，他们赞助这个场地给我们，所以先一定要感谢啊，不然没有这个比赛。谢谢你赞助我兄弟这个拳赛，也是最后一次。还有啊、这次的衣服赞助呢，也是有这个 Emmanuel。哦 ，Emmanuel， 哇！ Emmanuel， 你看我连找 Emmanuel 都不找哈斯。另外一个呢，要感谢的是这个 logo， 因为我不会念他的那个，他们是 ambulance 来的，因为、哦、他怕我们打架。哦，对对对，一定要有红星乐会。这个救生队感谢他们来现场帮我们 support 一下，万一有一个人不小心这样中毛睡下，而且他们呢也赞助一个轮椅给我。轮椅吗？不过轮椅不是给我们，这个轮椅他们是要捐给啊那些老人院啊、孤儿院啊。哦，所以都是来慈善的就对了啦。对，慈善来可以可以可以。好，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正式的这个主题，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到底有谁参加了这一次的拳赛。第一个我们要先讲的是 TP。3P 的三个人都参加。哎呦 ，Steady 咧，我们这样 OK， 当带过就可以了。这三个都。第一个是 Kevin 啦，哟，很蓝有眼哦，放那种照片，帅的，然后身高168，跟我差不多这样子。哇，蓝的身高才168，哇喂，你的女朋友没有什么幸福好了，这样。体重65公斤，年龄25岁，哇，老维你。下一个由我们的 3P Danny。啊，这个最近刚拍拖啊，你看。哇，老维的最红是他，我看。下一个就是 Kevin 啦，所以 Kevin 也是有来参加这个拳赛的。咦，你们全部很矮嘞。他们是三个侏儒。Monster Replay， Monster Replay 有很多人的，但是他们派三个人来玩。哦，他们派三个人来。Monster Replay 我没有看过嘞。所以第一个叫做锦秋。锦秋啊，183呢，又高过我们。锦秋93kg，谁跟他打哦？又是90公斤。我不要啊。你排人啊？不是我排的，不然谁排？观众啊，你们自己讲啊，你们要谁看这样大毛的人跟你？我看一下这个，哎呀，看他肥肥嘟嘟这样，每天吃汉堡包应该可以啦。OK， 下一个是也是 Monster Replay 的马飞哦。我懂了，我懂 Monster Replay 了。这个他替波大的肯定我有看。那么下一个呢是这个不懂是不是队长啊？并可，你看他很像猫王这样子，你们看他这样子，真的已经很少看到还会把零子拿上来了，把头发梳，对对对，头发梳这样也很少啊，已经很少了，所以啊，这个人不可以惹的。下一个是就是我啦，一定要讲嘛，这个举办是我举办的。Next。下一个呢，董麦多有参加，所以也不用看了，我不用 post 给你们看。92公斤错嘞，所以现在98了。哎，不急。麦多有参加，我有参加，就是好人没有参加，不 steady。真的不 steady， 最不 steady 就是。岂有此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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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一个有参加的是，他是代表6条水的。哇，定胜！定胜！那天啊，我看他那个什么、啊、那个 IG story 啊，哇，踢到几认真啊，那个脚踢到红红这样啊，踢到红红，你是要踢死人是吧、哦、真的。那原来特地拍给我们看你、嗯、我看你是没有看过我们练的、啊、我们练的时候啊，我们踢墙壁了，没有玩了、啊、椰子树新山很多颗给我们踢下来啊，你们自己小心一点啊。下一个是这个鬼屋探险王啊，现在鬼屋王变人家了，不是我们了。其实我觉得叫他鬼屋王好过叫他密码链王啊，他去密码链梦去了多少轮啊，真的去乱去啊，密码链还死都要找到那恐龙，可以叫恐龙王也 OK 啊。Insane！ 冒险王就意志力强的人应该都 OK， 因为他们抵得过那个训练的过程，像我这种意志力坚定的人，完全没有意志力。
叫你跟我一起骑脚车上去，马六讲不要。这不关意志力的问题，这是我们人老了体力的问题。下一个 ，Clarence 有180没有 ？Clarence 啊，对呀、啊，有听讲。你怎么会对他？他180嘞。没有，我是对到跟他同一个 center 里面的那个他的。哦，对对对对，二十号，打了三年了。22号那个打三年。从未败阵。下一个、啊、跟我是同一个甘蹦，甘蹦的，不过他是沙拉瓦，我是沙巴。不过他的容比你帅一点。他是我看过最丑样的 YouTuber。怎么你这样讲人家？没有，我没有讲人家，我讲他。又是我们的利瑞。李瑞讲、哦、他在 group 讲，他讲、欸、不然、哦、我上去搞笑好，你们这些 set 谁赢了？根本就没有志气，真的，根本就没有志气啊！李瑞、啊，你已经样衰了，这么你又讲啊？没有，我懂可以讲的人我才讲。下一个，这个肯定可以讲啊！最近跟我一样。一直中 YouTube ban、哦、他也是中 YouTube ban、嗯、是中以前的花花公子变成好男人了、嗯、超 Steve 耶、yeah, 不懂摩娜有没有来，摩娜不懂有来嘛，摩娜好像会来，摩娜应该有来了，这样就叫他做嘉宾，叫他做 Ring 哥了，叫摩娜就下一个介绍这样多男的，一定要介绍女的来，有女的我就最喜欢。咦，这个不要啦！可是这个我是没有想到他会答应，因为我只是去那边。他 steady 的嘞，只是我觉得他给的年龄不 steady 吧。好了，竟然有一个年龄年年十八，我就拍另外一个也是年龄年年十八的。谁？刘佳、啊、你写的醋我都不敢看啊，刘佳你刘浓了已经。刘佳是最无辜的，因为、哦、他们是在拍住戏的时候我就打给 Leroy 嘛，我想问他那里有没有人参加，他就丢电话给刘，我就不懂是谁，我讲你要参加，刘佳就讲啊 OK 啊 OK 哦，好像这个是给猪队友卖掉的。是给那个丑样的 Leroy。 谢谢你啊 Leroy， 谢谢你啊。现在下一个呢是比较稀客的肯肯，肯肯啊！哦，肯肯，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肯肯 OK 啊，嗯，我很想讲呢，不要讲，拉住先，拉住。这样我们可以放肯肯对的对手了吗？你想要放哪 ？YBB。给我们两个上去那边抱来抱去，然后我们的抽签是互抱。不要这样子，等一下 Angel 打死我。Angel， 哦 Angel， 如果肯肯跟 YB 抱哦，那天我就跟 Angel 抱。Angel OK 吗 ？Angel OK 啊 ，OK 啊，他就 OK 嘞。OK 啦，随便啦，很乱啊，这个拳赛很乱。没有，这个圈子很乱。OK， 所以下一个呢，创爱世界。对，这个一点都不创爱的 Yugi， 一点都。他原本讲创爱啊，然后现在已经没有爱了。不过讲真的，他的影片是很疗愈的。我一开始看我讲，怎么这个只能拍那种废片？看久啊，是每天晚上都要看哦，奇怪。每天晚上看。要看，看他每天。在那边 jam 一下，我才可以试。不过《创爱世界》是我做 YouTuber 第一个认识的 YouTuber。SKTV。OK， SKTV 176公分，60公斤，27岁。YouTuber 现在有200，不是200，是23000。嗯，最近呢，我有听朋友讲啊 ，SK 的爸爸最近遇到了车祸，然后很不幸。对，很不幸。然后我们这边跟他。默哀一下啦，因为我不过我们这边可以帮忙什么我们帮啦，因为他爸爸是车祸给人家撞到的，如果有人有这个行车记录器哦，你们可以去给他一下，这边我们放 SK 的 Instagram 吗？嗯，好，我们来跟他默哀三秒钟。下一个是我们的哦，这个可以，这是我小三来了，这个、这个啊，是我们打电话去马上 on 的，这个我的、哎、这个我小三来了，这个是我看到最 steady 的女孩子来了、嗯、这个她上台的时候如果谁敢打我就上去捏她，捏我捏少奇的，谁敢欺负少奇我捏，这样捏转，哎呦这个矮仔都乱抱我一起舞，我才不相信啊，大神那、啊、你可能有一起舞，没有吗？大神肯定没有一起舞，这个矮仔蹲，你有一起舞，我天 ！OK, okay 啦，这些都是我们来会参赛的这些朋友们、哦、所以如果你们有看到你们喜欢的 YouTuber 在里面呢，你们可以来多多支持。9月21号啊。
记得9月21号。OK， 但是也不要忘记在现场，我们有做现场筹款，当天所捐到的款项全部都会捐，全数啊，没有抽，没有任何基金会抽，我们全数把它捐给 HOPE 慈善护生员。对，这些 YouTuber 也付出，还有很多嘉宾，我们出汗。出血出力，这个人啊没有睡觉，又不可以吃，又要打拳，又要安排这个 support 一下啦，来啦，不要这样啦，对哦 support 一下，你给一个2块哦也算 support 、哦、不过你给2块的时候不要给我看到记得你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写出你们希望看到谁对到谁、啊、对，在下面留言、哦、让我们知道一下，然后我们就千万不要有人写对我，那我对那个谁啊叫什么锦秋啊，大大自然在明天的时候就会告诉你们谁跟谁对打。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bye. Bye bye. Let's go, let's go. 我在这样的国家穿着护底，因为那是我的 style。 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我的骄傲 y'all.